他们这边的小朋友同年岁的小朋友比较少，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调动他们，活跃他们的气氛，好，然后我们就会鼓励他。这个是我自己画的，然后我的名字里有个金，所以我画了一个大白金。这个是画的是希望患者们自己跟我们一起加油，战胜这个新冠。后面也是一个，这是个加油鸭。从开始进苍苍我就进来了。我们每天医生的工作就是早上先查房，然后根据病人的症状来给他适当的做一些诊疗工作。好像经过这两天，包括病人和包括我们医生这样子之间的互动和之间的这个互相帮助也互相理解，现在的苍苍感觉更像一个大家庭和大社会。